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。文道啊，现在是一个月来一次北京，对，所以绰号梁月京。对对对北京现在是热门了。你看，你到北京遇见你在香港的好朋友林奕华老导演，而老老老朋友，在香港很有名的戏剧导演，这次是携《包法利夫人》啊话剧百年到咱们北京。对，本周五。 本周五首演，本周五首演，本周五首演，我得去看看。好像是你第一次你自己的作品搬到内地，对，因为上一次来了一个跟奶茶合作的半生缘，但是那个半生缘是跟我另外一个拍档叫胡文威一起导的，这一次是自己导的。自己导的。你的这个普通话讲的比张坚庭好多了。你知道当年我们在香港做节目，张坚庭那天跟我说：“哎，去看吧，我的电影首银呢。”啊，电影首首演首映。 广东话大，那叫手演的。我明天手演，去看吧。好多人去看。从你这样讲，我们等一下就讲什么都可以。对对对对对，没有什么禁忌。我觉得你这《包法利夫人》里头好像就是百无禁忌。呃，可以这么说，有有有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我这个人特别就是说，呃，顽皮，或许就是比较有所谓的颠覆性。所以这个戏其实有些人看了就是说，我的戏文道可以说就是很极端的，要不你就很喜欢，要不可能你就说不能接受。因为林奕华的戏就是。 呃、嗯，各种极端的状况都有，而且他的戏变化一直很大。就是说，他过去这么多年来，嗯、他不会说我每一部作品都要统一的做一种风格，不是的，每一种风格都尝试过。然后，呃、嗯，所以呢，很奇怪的地方就是，他每一出戏，固然是有的人就很喜欢，有的人就会在过去在香港就就用一句广东话，都不记得搞嘛，就说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嗯、啊、嗯。嗯嗯然后。 呃，但是你这出戏你很喜欢吧？你下次你再进去看他第二出戏的时候啊，林奕华戏很好看，一看可能这回又轮到打美啊，就的是这样。 因为他一直在变，哦、你没有瞎胖有了对，没有一直在变。<laughs> <对>你越说越想去看看了，那是很极端，但很好看。对，是但是我是听说这个包法利夫人这个里头，嗯、好像你说你从台湾的综艺节目里得到一些灵感。嗯嗯、哦，这个故事就很长编了，因为其实我啊、呃，过去两三年吧，都有一些跟台湾的一些，比如说戏剧机构啊，或许学校有些合作的机会。那在台湾呢，就晚上没有地方去，一个人然后就看电视。对对对，看电视你就频道就很多，嗯、因为我们是在香港生。活。 活的香港呢，没有像台湾有那么多的频道，<对>而且我们在香港看的频道特别多是新闻节目。在<对>台湾呢，它有九十八个啊、呃、电台频道、电视台频道。嗯 当中有很多都是独立的制作公司做的一些电视节目，综艺就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东西。那早上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吧，有另外一个朋友叫杨照，他们还有一些读书的报告啊，还有什么现在都没有，现在都没有了，现在通通都是娱乐，百分百啊，千分千呐，通通都是娱乐。哎呦，我去台湾跟你一样，就是晚上看电视太好看了，你让你看喜欢，你看台湾的电视，咱不说除了那些政治新闻，政治新闻其实还排在后边啊，对，都是九点、十点、十一点。对我看台。 台湾的电视，我会觉得这是个村庄哦，对，就好像外面的世界不存在，这帮人乡里乡亲的哈。我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老爱举一个例子，是我看台湾连新闻也都很娱乐，对对对对。所以说，特别是看有一些频道啊，他会这样子，他会说什么？比如说新闻节目他会说：“哎呀，不得了啊，今天高雄有一头牛跑掉了。”然后跟着呢，下面打一个字幕，下一条新闻更大条。对，那下一条新闻是什么呢？就是个黑道大哥他女儿大学毕业了。对对对，社会新闻。 对他们特别喜欢就是社会事件，但这种事情呢，我觉得呃，北京也有很多，那就是他找了一些所谓的星探回来，然后就跟主持人报告说，哎，我发现有个什么乡村，有个什么特特别的一个现象。那然后主持人到最后就说，但是我们还是选了另外一个，就是一个呃年纪蛮年轻的一个四十岁的一个汉子，跟一个大概有个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太，然后他是他舅妈，但是他们结婚了，那然后呢，<laughs> 然后就。 他们就出来了，他们就是比较流行乱伦、就是、啊。但我不知道这个舅妈到底亲到什么程度，<对>但是他们两个人就会跑出来，然后跳了一个东北的二人转。然后那个男生更有趣的就是说，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舅妈，就是因为一个舅妈跟其他其他的女朋友不一样，舅妈呢会特别欣赏他唱歌，其他的女朋友呢就是说，哎呀不要搞我，不要那么烦，你就走开。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说：“好吧，来两句吧。”他一唱就是《上海滩》，然后这个《上海滩》呢，完全那个广东话是字正腔圆，但他平常就不讲广东话。 那你不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很有趣吗？你觉得很有？我觉得非常有，非常非常超现实，对对对。所以我觉得说，也不只是台湾有这个东西。像刚才我讲那个，真的是道道地地北京的，也非常切合刚才文道讲的那个，就社会新闻，大家都在当中找戏剧，希望在这个戏剧当中感受一下人生的悲欢离合。那观众在看的时候呢，那个偷窥的那个眼光啊，要比他们看电视剧啊，就更。 可以说大胆跟、嗯这个嗯、这个挺有意思。我前两天还看见一篇文章讲，你说像台湾，它是有它的地方文化，但是搞这种娱乐、嗯、玩啊这种哈。嗯、但是呢，呃，虽然表象上好像越来越相似，比如现在在大陆也有人骂呀，嗯，就是说港台风啊，嗯、对现在的这种娱乐报道的这种主持啊、呃、影响。但是在大陆这边有人提这么一个原因，就是说想到这个几世纪、嗯、十几世纪的时候的这种。 法国，嗯，说当时马克思什么的都批评过这种现象啊。德国就是说，说现在我们的新闻多有意思啊，哎、呃，一会儿公爵夫人丢了狗了，对对对，哎，一会儿什么皇帝明天从哪儿过街过过街啊？对对。但是他的意思是说，不能谈政治，嗯。 所以只有这歌舞升平。所以其实为什么会带这个包法利夫人来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包法利夫人的那个时代哦，它其实就是报纸刚刚开始发明没多久，所以这个小报根本就是报纸开始的时候那个形式。所以我们今天很排斥的这种东西，其实就是报纸的源头。源头对,对啊对，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个浮华时代。对，对就是当时的法国，你想,想看，就是一种。 呃，大家都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是上流社会，<对>但大家都想知道上流社会在干什么。要那个门缝，嗯、对，就就好像这个这小报就等于就像你说的开了一个门缝，然后社会当中在那边一起看，哦哟，上流社会都在搞这个，<对>好糜烂啊，<对>都是这种。<laughs> 所以你觉得这个包法利夫人这个这个？这个 东西其实就很像我们今天的非常像，因为你知道它有一个更像的地方，就是说伏流拜，我们现在说文豪，那他写这个、嗯、这个巴法迪夫人，他到底哪来的灵感？他根本就是看了一个小报，就像我们香港说的那个《苹果日报》，嗯、因为当中有一个新闻，就是讲到有一个女人做了就呃怎么说结婚了，然后嫁的还蛮好的，但是她就很苦闷，所以她变成就发展一些婚外情，然后又乱花钱，结果就没有钱去还这些债，嗯，最后不能够不服毒自杀。 那他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呢？真人真事，二十七岁的一个女人，然后她自己本身也是二十七岁，六年后这本小说出版了。 所以你今天看这个东西，都有一种我起码我自己知道这个背景之后，非常的震动。因为我们现在的报纸啊，随时是包法利夫人当头条的，嗯、什么烧炭啊，什么吞什么任何各种的毒药啊、老鼠药啊，然后所有的 OL 啊，所有的那个社会就会在谈论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个事情，我觉得说一百五十年前，其实今天还是一模一样，这很值得研究。嗯，呃，是不是暴发户的时代呢？呃。 可能是爆发，但也可能是，呃，你看什么叫爆发？或者是在我觉得是每个人都爆发，嗯、每个人都想爆发，嗯、对不对？呃，比如说看选秀节目，嗯，我就我觉得台湾跟大陆的这种综艺节目还有点不一样，嗯、台湾没那么多选秀节目，对，没有，对，台湾呢是怎么样？台湾是选举，对选举，选举，选举，对对对。对对对然后台湾呢是很喜欢看。 呃，我觉得台湾的明星很惨，就刚林华讲那个台湾那么多电视台，那么多综艺节目，一个明星出了一个什么电影，呃，唱了一个什么唱片，他就去几十个电视台，要几十块钱，而且没钱的去干的事都差不多，去说的话题也差不多，我跟谁谁谁搞绯闻了怎么样？那么大家呢就在那边看这个就很高兴。但在大陆呢，我觉得更常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呃，每个人就想上去，嗯，我自己想变成。 他我我跟你说一个经验很好玩，我上个月我在一个大学演讲，然后演讲完的时候呢，要有一个呃观众的一个一个座谈会提出问题。提出问题嗯 那么有一个人呢，学生站起来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不是提问题，我是要你帮我传一句话。”我说：“你要我传什么话？传给你们台的那个主持人陈鲁豫。”我说：“哦，为什么说？我看他常常以前访问一些名人，嗯、<哼>我想你帮我告诉他一声，有一天他迟早要访问我的。”天啊，他是讲国语还是讲广讲讲普通话？在在、哦、在在,在,在大陆嘛？哦、我说：“哦, okay. 哦，呃，为什么呢？说因为我迟早会变得呃，就是福布斯榜上面五百大富豪之一，<岁>到时候贵庚<根>？他十几岁吧？嗯、他就说。” <laughs> 他是男生吧，那男生。”他说：“你一定会访问我的，你一定，你将来你你这他就会访问我说，哦，OK，那你你要我帮你传话，你起码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不用，到时候他就知道了。” <laughs> <laughs> 哇，对对对金庸看太多了吧？是吗？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这种，就是选秀啊，嗯，这种这种心理就是这种心理，他激发起了人们不甘平庸啊这种意识。那天我在报纸上看一新闻嘛，说是哪个电视台搞的明星唱歌的。嗯 这明星都想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啊，所以就设计出场的方式啊。啊，有个叫朴树的，还有个叫刘璇，你知道吗？刘璇原来是体操出身的。对。然后刘璇人练体操的嘛，说我也来个惊人的，吊威亚呀。嗯。就是在电视台录影大厅里从上面掉下来。嗯。那么从这么出场啊，那么出场，但是正好碰上，就像咱们现在去广告了，你知道吗？去广告，然后呢？ 所有的电视台这演播大厅的观众就看着刘璇儿掉在顶上，掉了两分半钟、啊。这 <laughs> <laughs> 是我们在无线电视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<laughs> 对。是<对>咱们先去排庆的时候，咱们现在要去广告了，《锵锵 <laughs> 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 看来当导演呢、啊，他不能闭门造车，嗯、只关心自己的戏剧。嗯、实际他很多灵感是现现在周围的社会新闻。有些导演不是这样，<laughs> 有些导演是非常哲学家。嗯、我是比较像什么，我都去秀秀碰碰这样子、嗯。你这后现代哲学、嗯、是可以这样讲吗？可以啊。我就是把很多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，拼贴在一起。所以,所以到我们大陆，他还关心红楼选秀呢。 啊，对，因为我在电视上一扭开就看到他了。我自己本身是一个《红楼梦》的一个蛮 <laughs> 还蛮粉丝啊，就是因为很早就开始看了。对，那那天就看到那个《红楼梦》中人，我就非常的不是惊为天人，而是觉得说，就禁不住眼泪就挂下来。 那然后我看到，对我看到那个电视上面的很多那些不是在舞台上那些人，哦，他们还蛮冷静的，冷静到一个地步，很好笑一个事情就是那天他们在选林黛玉，那然后呢大概要十一个选八个还是八个选五个这样子，然后有一个就就淘汰掉，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说，好你现在被淘汰了，那那你要就是往哪一个角色再去就是努力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下一个要挑战的角色就是王熙凤这样子，我就觉得说很后现代，非常后现代，就是刚才他还在那。 变葬花呢？等一下，他就一定变个脸啊！哦、刘德华都没有学得那么快，真是人生如戏啊！<laughs> 对啊，<有>就王熙凤来了，我见着那个就是说来淘汰了，一点都不生气呢，还说哎、嗯、饭呢。 饭的，<laughs> 管饭<哪>，<laughs> 就是火车站来的那种啊，哦、他找工作就蹲在马路边上那种，他等整天等着人家找他背个包啊，哦、干什么？听说红楼选秀也去了，哦、完了之后给淘汰了，就是说，哎，管饭的，管饭的。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男生胖胖的，还长得蛮就是珠圆入玉润的，嗯，然后呢，他就觉得说，薛宝钗非他莫属。 他是男的，所以还拍了一段他在捕蝶<对>这样子。那他真的是有花心思在演哦，所以这种东西在香港不可能看得到。为什你你觉得为什么呢？这我们的分别到底在哪里呢？因为我觉得香港人爱面子。 就是我们现在香港也有一个节目叫《残酷一丁嘛，是是是是那那些《残酷一丁很多时候对我来讲哦，真的要比较起来，它太小儿科了。你这还真是，我问过台湾人，说台湾综艺节目那么样的火，嗯、但是为什么没有像我们这么选秀,选秀,选秀啊？<对>他也是说爱面子吧，就是一般普通台湾人会说，哎呀，参加那个那地方小啊。 嗯、地方小的话，很容易乡里乡亲的，对，觉得你明天上班的时候，在那个地铁，别人对你的眼光就够你好受的。哦、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香港的一个文化，它其实还是一个蛮自保的。这个、嗯、这个这样的一种心理状况，其实限制了我们很多东西，也不光是有没有选秀，现在连选美吧，香港小姐也好，嗯、什么也好，通通都是往加拿大、啊，往那个美国啊、嗯、往别的香港去找。不敢选美。 我们我觉得现在就是选秀节目、啊，有一阵子啊，这个我们这边的政府单位就说要限制选秀嘛，对不对？但现在呢，我觉得已经不用限制，因为现在是每个人都在选秀。嗯、对啊。其实选秀是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选秀的它整个逻辑、整个机制，难道不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逻辑吗？就是我们呃，常常讲什么叫力争上游。嗯，对。就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，强调你要怎么样努力往上爬，要超越人家。嗯嗯嗯嗯 整个逻辑是一样的嘛，所以我听到那个呃东北的二人转的那个汉子唱那个《上海滩》的时候，嗯、我也几乎要哭了，就是说。 其实，在那个贾樟柯的那个电影《三峡好人》里面，哦、观众印象很深，就是那个《上海滩》嗯，那个、嗯、那个真的不知道在哪里，他也这很真实，就是、很真实，是不就是觉得说这个这个歌啊，对很多人来讲，其实啊、呃，我在另外一出，我跟香港有一个笑呃笑匠吧，叫詹瑞文合作，嗯、叫《万世歌王》。那我也跟他说，我们如果要回顾香港的流行曲、广东流行曲，有两首其实还是蛮重要的，一首就是《上海滩》。 为什么呢？《上海滩》它令很多不是香港的人对香港产生一种幻想，但是香港本身也是对大陆有一种幻想，就是那个上海这个地方冒险家乐园。嗯、对，所以他兜了一个大圈，嗯、回到现在我们中国这个土地上面。他在讲的其实不是那个黄浦江的浪奔跟跟浪流，他是讲成功、实事白是这两个字很重要。哎呦真是有意思。 而且你知道现在的这个演出市场啊，我那天还看见一个碟，那也挺后现代的。你知道，你说这个二人转，可能我觉得是东北人，只有东北人才能搞这种演出。嗯，你甚至觉得很狂狂野。我那天看一个碟，对吧？不不是从二人转发展出来的，就是现在有一种秀。 Uh huh. 在只在夜总会里，好像还有个什么挺出名的一个司仪，叫什么大勇啊，还是二勇啊？我忘了就在就在东北的夜总会里，不是现在在北京。Uh huh.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口音像东北人，uh huh. 你想象不到的，在夜总会怎么演出啊？就是大家这个叫好的方式是拿这个甩钟啊，嗯哼、uh，咣咣咣咣咣咣咣，就这样，嗯哼、uh。Huh. 然后实际上是干什么？唱的那都是一般的歌，嗯哼、uh。Huh. 但是主要是挑战难度，比如说青藏高原，哦、uh，huh. 啊，所有的演员，嗯哼、uh，huh. 喝酒啊。 其实就是拼着喝酒，uh huh. 而且就演的那个段子啊，那叫一个粗啊！就比如那是好笑，uh huh. 是好笑。你比如说两个人演二人转，演着演着就出来了，你这个傻叉，你这个傻叉，这这、uh huh. <laughs> 什么呃，去你妈的！就是就这种话，哗，大家就笑。然后所有的这些所谓唱歌的，实际拼的都是喝酒。好家伙，你像凌空飞起，咣叽一个两个膝盖就跪在地上。 啊！这么一咬杯子，<laughs> 全场呱呱呱呱呱呱呱！好家伙，太火爆了，太厉害了！做剧场的怎么可能不去看,看 <laughs> 了？做火爆的太厉害了！这也是一种我觉得在剧场里面必须要有的东西，就是情绪。<laughs> 嗯、其实你去看这些东西选秀，最对观众来讲，为什么当时我也觉得说我眼睛就是眼泪要挂下来，<laughs> 哎、就是一个东西，就是《红楼梦》它一直在讲的就是一种物。<laughs> 嗯 对我来讲就是感悟一些事情，嗯、然后你看到面前这个画面啊，很美的一些女生穿了一些非常轻盈的一些衣服，然后转过来，然后怎么怎么，你就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了？所以变成跟《红楼梦》里面讲的那个雾两个一冲击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这就是太虚幻境吗？太虚幻境，嗯、对。林导演在我们的这个夜总会里发现了太虚幻境，你讲讲你的经历。啊、<laughs> 因为我目前在做一个呃系列，就是四大名著，嗯、然后呢就呃刚做完了《水浒传》。 然后啊、呃，接下来要做《西游记》。那我四个书我都希望它是用一个现代人的一个角度切入，我不要把那个故事搬上舞台。我是让大家在这个我的《水浒传》里面看到现代人的一种心态，跟那本书写的时候有什么接近，这就是文化基础嘛。嗯、那《红楼梦》有一个朋友跟我讲，其实当时我们没有在谈《红楼梦》，只是随便聊天。他就说啊，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也是谈选秀，就呃那个选秀，就是说呃去一些卡拉 OK，然后有一些小姐，然后其实通。 通常就是第一批带进来的那些大佬啊，都是说完全不看，就把他们叫回去了。通常是从第二批才开始看。嗯，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，其实不对，第一批有时候进来的就已经很好了。然后他就说，但是他有一次在某一个城市有个经验，就是打开一个太平门，然后看到里面有大概两百个、三百个小姐，就穿着晚礼服都挤在那边。那我就突然之间觉得说，这不是很太虚幻境吗？那如果将来要做《红楼梦》的话，因为这个东西非常有趣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一个太虚幻境谈到赢这回。 事情，mm hmm. 那其实已经在现代人的这个这个生活里面，怎么样可以反反影呢？所以我就会看到说啊，要不要将来做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其实有这样一个太式幻景。Mm hmm.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太式幻景的，就是 fashion show，、mm hmm. 就是你看那个 c a l l o g r f p e l 的一个 fashion show，他做了一个旋转楼梯，从楼上一直一直下来，mm hmm. 然后有差不多两百个美女，对、mm，两、hmm. 百个美女就一直,、mm hmm. 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换衣服，一直转。我我看了那个片段，我都觉得说。 哦，怎么做？好像我们不会有这个成本哦。这就是戏剧嘛。对,对,对，而且而且它就是一种，<对>呃，一个一个那种 fashion show 上面一个模特很漂亮。对，走了很多人面无表情。对，然后又回头。对对。对对然后就赶快换衣服。<对>而且我知道，如果我要做的话，最大的一个要挑战的一个难度，其实跟小姐也不一样，就是卡拉 o、OK、k 的小姐，因为卡拉 o、OK、k 小姐可能还有高高低低。 嗯，就胖胖瘦瘦的，但是就是完,完全一样的标准的，那我就觉得这个超太虚幻境了，啊、就是每个都很美，但是每个都一样。哦，那我在巴黎那个红磨坊也看过这个、啊，<laughs> 长得都一样，<laughs> <对>体型都一样。对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嗯、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，像刚才咱们说的哈，台湾人、香港人。嗯 你反而让他参加什么选秀啊？嗯，他会觉得要脸。嗯，这个我发现脸，在中国人最爱面子。嗯，但是脸这个概念现在在大陆啊，嗯嗯嗯嗯，嗯嗯嗯很奇怪。嗯嗯嗯，嗯嗯你比如说要不主着不不喜欢的人，就说怎么那么不要脸呢？或者怎么那么脸皮厚啊？嗯嗯、就上去卖去啊，献去啊。但是呢，嗯、该怎么理解呢？这个这个。 就现在我们说的这个，嗯、就不知廉耻为何物。呃，就是我的意思，不是说那那些人不要脸，嗯、我是说廉耻这个观念啊，嗯，它所指的具体内容，嗯，现在确实是模糊了。 你说的我怎么叫不要脸？我我这是争取我的机会啊！嗯，你但是脸很怪嘛？脸这个观念在中国人来讲，比如说以前讲面子，对、嗯，有是很多重意义的。他、嗯、一重意义就讲人情，比如说我、嗯、我我给你面子，你该给我怎么样，嗯、对不对？嗯,嗯但面子还有另外一个，就面子我们总觉得它就是个面具。嗯呃，这是它是个伪伪装的，所以你可以说我上去一个选秀节目，那是一个伪装或者是怎么样。但是更重要就是过去讲面子。 其实是反映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？就是，呃，因为人身上我们最看不见的器官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脸，嗯，就人家看我首先看到的是我的脸，对，但是我反而自己最看不见我自己的脸，对对对所以我们都很忧虑自己的脸，对对对，对我觉得一个人最大的忧虑都投射在自己的脸上，他很怕别人会怎么看我，别人怎么想我，别人如何认知我，所以我们过去很计较面子，然后我们很计较。 嗯、um,，我这么做，人家会不会说我不要脸？但如果今天大家都去做选秀，做这种过去我们说不要脸的东西，是不是因为，呃，第一我已经不计较，要不然就是第二我已经。 很有很掌握人家怎么看？我觉得其实主要是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个，让我想起就是说，你很希望你看不见的东西被别人看得见，就是你看不见自己真正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上到媒体，然后重新认识自己。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的这种，你知道选秀这个东西，其实也不是从我们开始，就是美国的那些 American <对> Top Model、嗯、那种非常非常风行一时，所以他们追求的其实就是英文讲的 face value。 但是问题是最表面的价值，就是我们现代人最追求的一个价值，就是你不要去知道我是怎么一个人，你就是要肯定我这张脸，肯定我这个最表面的价值就好。而且这东西是我看不到，我想要。